Hey， 大家好，我是 Nix， 欢迎来《原神》的游戏视频。上期呢是把这边新鬼王城的探索应该是都已经结束，这期呢是开始朝破碎之海前进。好像之前在剧情的时候说这个地儿叫什么世界的尽头，列车员。哦，这个列车员在这儿，我还说人呢。这东西会这样？我要是等于是来到了中间的那个岛，之前的主线剧情做的时候好像是这边是受到了丘丘人的袭击，现在这么看好像什么都没有啊，这个东西还叫不到车来。估计可能只能自己腿儿过去。但感觉上这周围虽然是有东西，但好像是空旷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先往下个地区。当时好像这个地儿有剧情，是这个车会掉的，这对，所以我猜可能这个周围应该就是虽然是有东西，但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探索价值的。这边我是这么着没有问题，就是可以跳下去，并不是说是弄到一半你会被传送什么的。哦，这个地儿是主线的那个地儿，估计反正已经来了，把这个里边再看一看。这当时是一个副本，等于是现在就是一个死胡同。好吧，那估计就出去，这个地儿好像还有好几个传送点，从这儿开始探索。直着走，这是什么？你的鱼竿呢？厉害，哇，这个玩意儿要是还能坐下吗？可以，这个下边要是没有那块积木，是不是我一起来就直接摔下去了？那是地鼠吗？
还有，所以到时候会有打地鼠的东西，哦，这边直接给你一个。珍しいものか。わらわにも見せてみるといい。は、風よ。这是哪儿？等于是解开了我这个疑问，这个地儿是怎么回事？绕一圈绕回来了。前面那个地儿除了，除了这个这么走，还有其他的路吗？没了。就是干嘛的？想来片木屑。什么树的味道？什么东西？所以你要去哦，还给个宝箱。部品として使えそうだ。再给个宝箱。这个是什么？这个会也是像之前的那个那样是一个有出处东西吗？这边我什么给个木屑没有明白。Fisher 在这儿。哦，这个地儿我还。才想起来，应该是有好多 NPC， 应该是结束之后，应该是在这个地方。等于这边是往左边，我把这个前面的东西先给它做了，这是什么？他怎么倒了？什么东西？那个塔吗？这是前面倒的这个塔，看来是个塔。王子，我，この工場は。あなたをずっと眷属と呼んできたけれど、本当は私ずっとあなたのことを。お嬢様、それ以上言う必要はありません。このオズバルド・ラフナビネスは永遠にあなた様と共におります。赶紧把这个奥兹的全名背下来。この工場が認めたヨガラスの王にふさわしい振る舞いね。身に余るお言葉です。
所以并没有说说完了之后回头一发现你怎么在身后的这种常见的套路是没有的。什么玩意儿？前往奇瓦特，为什么告诉我什么积木？之前从一开始的书是回到了蒙德，这个会去不同的地方？啊？这我要再进去呢？果然是这个样子了。我觉得你做成有不同的链接点倒也好，它相当于是两个点朝一个地方传，这个就有点不太好了。这个呢，这好像去王城的，这是去王城的。这东西为什么在亮？哦，就等于那边我就先不管，把这个岛踏满。这个一开始的那个解谜我当时是做就是四个风车，别的东西没有了，还有个东西。那是什么？我天哪，这怎么给丢下？换替换就完了。风车。这个是随便装吗？这我要是把那个紫的装那边呢也行吗？还是说随便只要是花就行？或者说可能是他会提要求，我这边是正好给做对了，所以没有后续的东西。我记得当时好像主线是爬过这个东西。你有点反应。这是一个兔子跟一个狐狸，你是干嘛的？
所以后边这个松鼠是什么？あっぱれでござるな。这个狐狸是狐狸说的还是樱木说话了？然后呢？再有点什么调查？这是一个限时的可以每日刷剩余物的地点，但是你给仨有点。我是这么过来的吧？我是那么过来的。刚才那是什么？哦，是这个东西。这是什么？我在你脸前这个动作能叫推吗？对，那边有个井，我下去之后没准能看见我现在这个楼层的下面是什么东西。哇，那还有这是跳哪儿的？哦，这有一个那个纸飞机。等这些解谜应该是都做完了。T 是哪儿的？嗯，这个地儿太斜，所以那个宝箱里边的东西直接给你揣兜里了。然后这边可以过去。没有传送点，我这个地儿倒是可以这么过去，我估计就先不去了。中间那个井我还没有探，这房顶应该没有东西。楼上是我做主线，好像上去之后就是那个洞。其实啊，到时候还是看一眼。那是那个洞，这边是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了。每个房顶上，也不是每个房顶，总之好多房顶上放了堆鸟蛋，这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要是没有的话，我下去了。这是哪儿？这是我之前挖那个地鼠的地儿啊。对啊，是这个地儿啊。就是这个地儿，他官方还怕你 miss 了，还专门弄了一个。行，那第一个岛我觉得是探完了，看一下中间那个任务吧。这个船能不能？
任务在哪儿？这什么东西？尝试碰碰。龙把塔撞倒了，你想把塔扶下来？向着灯塔，这个为什么看着像特别好吃的糖豆？就等于是你跟那个人对话，或者直接是取下这个灯，是能触发这个任务。这前面是个死胡同，这个岛还没有去过。什么？风の赴くままに。他们在演出吗？这帮人在看什么？でござるな。いざ。風の流れる方へ。就等于是灯塔，其实我还没有探完。
这边只是走到一半，我想把传送点先开一下。这样问题来了，好像能回去。那边也可以走，我要去的是那边是吧？我先把灯塔探完。我来的时候没有见到你啊，我看当时这个图标你是在什么地儿待着？这么来的？在外边？这些是我之前对话有的东西啊，好像出现了没有的东西。之前好像是被省略了，就是说什么价值跟另外一个词儿，现在是在展开了讲。好像对你们来讲，这个世界就只有这三个地儿啊。他知道怎么戴帽子，你也戴了个安全帽。这个不能玩吗？像这个灯塔应该是没什么东西了，就等于是剧情让我去那边。我觉得我可以先这么走，当时前面那个桥应该是有两个路。这个地儿是这么走，是去了前边。这个我还没有走过。啊！我天哪，这个惯性，我撞到了墙上，爬了上来，然后还有惯性。什么东西？放置苹果。这应该是松鼠。所以你这个东西钻出来是干嘛的？这是能这么去吗？还是说我要去这个地儿，我需要把这个岛上的东西给它做完？然后那边的话是我之前见到的岛。先去那边看看吧。这个方向有点不太对啊。跑到这个地儿来了，就等于是这边可能我要把这个岛探完。那就是。嗯？
这什么东西？那边有东西吗？我现在我缺一个方块。哦，那上面有个方块。也不是方块，就是我指的是它的一个物件，并不是从外形上来讲的一个方的东西。这些什么啊？就这个地儿没了，我有点好奇，这种树我敲下来，它如果是能伐木的话，它是给这种积木的一个零件吗？啊？这。就等于有的那些方块呢，你是可以爬墙的。刚才那个方块是爬不了墙，我是直接被挤下去了。就这边想去那边的话，我要走那座岛。要啥？哦，哦，当时是让。说怎么过去，现在是我过去之后把这个路开通之后，他们说谢谢。之前在璃月的那个是你必须用风系的打那个风车才行，这个上面我去过吗？哎，天哪，反正就是这个游戏你有时候离得墙太近，你想换人是不让你换的。算了，已经失败了，我就不上去了。上面如果有东西的话，那我就 miss 了。哼，我有点好奇这个的是怎么过来的。哪儿？这是那边。这是哪儿？我不知道，因为之前有来过，那是钓鱼的那个地儿。但现在问题是我之后也可以来了吗？就是说这个东西不会消失掉？还在。为什么他们的这个是我没有弄好，还是每次这个距离都将将差一点？这是要干嘛？放到这个最大的上面？放最小的上面？我 miss 什么东西了吗？他没明白。我要找，这是我要找四个吗？
我已经去，我去那个什么矿洞，就是我打那个龙的那个地儿。这个地儿，我跳这个玩意儿失败了。如果我不失败，他会把我送到这儿。你拿了这个东西不让你用 E，真的是有点难受。他一开始说甜甜花，我以为是这个东西是甜甜花，结果它真是一个骗人花。刚刚还说是这地儿片片花什么的挺多，啊，不是，是薄荷跟甜甜花挺多，一直没有发现片片花，结果就来了一个。就这玩意儿是去哪儿的？楼上呢？倒还好，就是现在是上房轻松一些了，这儿还有个地鼠。如果没有这个蜂场的话，我估计我也是会自己上去看一眼。等这个岛做完了，还给了蜂场，感觉这个岛探完了。这是去哪儿的蜂场？就这个地儿的蜂场。那个下边怎么感觉好像有东西似的？哦，这个东西现在是那个玩意儿又没了。等于是这么走，然后这么走，这个岛呢？这两个岛应该是探完了。这个岛是刚开了个传送点，我就先把右边那个岛探一下。真的。珍しいものか。わらわにも見せてみるといい。よっ。在下边，我先把传送开。你在深刻飘的途中，我是没有摁住还是什么？我摁了一下，没有，总之失败了。这是什么？离开区域。这要安哪儿去啊？珍しいものか。わらわにも見せてみるといい。这是这么过来的，这么过来的。这个弄完了，这里面是什么？
你告诉我这个地儿你过不去，那就挖个地鼠出来。还说你们就是地鼠，之前没有注意。不是。わらわが発明してやってもよいぞ。お宝探索神宮ね。外边是丘丘人。啊，这是最早的那个东西。这是仙灵变样了吗？仙灵变样了，你这是个什么情况？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我之前看的那个地儿吗？哎哦，这上面还有东西。这是我之前看那个地儿，这个应该是那个，这是什么不太明白，这是一只迷你的鱼，好像是大的鱼。风の中绕一圈绕回来了，当时是从右边下去的。这个是我要找三只仙灵。怎么觉得这个有问题？是要把它炸开吗？还是要干嘛？然后呢？回去。
这个岛我猜可能就这么一点东西，楼上悬。楼上没有东西。搭的高，比的是哪个？比的是这个，就是都要用了。这个搭完了还能再往上搭吗？这个好难，这么着。这是为什么？打不上啊。这是不让搭吗？还是什么？可能是我高的问题。没明白。这个已经完了，怎么又把这卸了？我 miss 了什么东西？啊，这是把都用完吗？
是谁规定一定要是尖头的？我。わらわが発明してやってもよいぞ。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这个太没有创意了吧？这种搭积木的东西，我觉得最俗的就是搭成这个样子。反正你让我搭，我是除非是没有东西了，但是绝对是不想搭成这种，就是纯像一个火箭一样的。但是我刚才也是想了半天，没有其他的缘由了。而且这个东西就感觉很，刚才操作起来就是很反馈，我觉得是不好。我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让我搭了，你告诉我是高度上限还是怎么着，给我个理由。刚才我就是一直在尝试，但是我没有去想，或者我想的是不是正确的一个东西。那这又是干嘛的？要搭成这个样子吗？刚才一直操作不出来，我的已经乱，也不是乱了，就是已经不知道我的按键是什么了。わらわが発明してやってもよいぞ。お宝探索神業な。は。这是还可以再往那边走？但是那边还有路啊。你是要送戒指吗？等于这边是什么东西？先把所有红的东西都给拿过来。哦，只有两块啊。为什么要黑一下屏幕？部品として使えそうだ。感觉上这个岛的东西都探完了。呵。应该是都探完了，把最中间那个宝箱捡了。就是我把这三个人找回来之后，只给了个宝箱，这边没有后续的一些剧情东西。这有个楼下，这楼下是我之前去过那个地儿吗？好像是啊，是一个搭桥的那个地儿。行，我觉得应该探的差不多了，就是这个南边应该是都探好了。然后看一下这期时间，我觉得差不多，正好截一下。下期的话呢，估计是从这个中间的这个岛，什么碎裂什么东西。碎裂积木矿坑矿窟，
总之呢，是这个岛应该是最大的，探一探。这边是一个主线，也不是主，就是一个世界任务，走一走。估计是这个岛做完之后，应该是能解锁去这边的路，跟去最北边的路。弄完之后，应该是整个这边西姆兰卡大世界探索，应该就是差不多了。我看一下，我是从这么着过来的。我是这么过来的吗？还是更高或者是更低的地方过来的？这个东西我有点不太喜欢的东西，就是它你是一个单行的一个路，那我这么过来应该是它激活了一些方块，我跳了过来，然后现在我想回去的话它是跳不回去，当然也是可以直接就是飞回去。好吧，那基本上我觉得就默认为这儿是起始地点吧，下期的话从这儿开始去把这个破碎之海的剩的东西探一探，大概是这么一个计划。这期呢就落这了，也是下档习惯，我们下期见。